七夕快乐！
七夕情人节这样一个浪漫的节日，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这张最新的专辑《与1987我们只会遇见你》，终于遇见你了。终于遇见大家了，而且我觉得陈川有特别准备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七夕，而且北京我也提到了，是我本次活动的第一站，对不对？没错。对，有为什么会选择北京作为第一站？对北京这座城市，应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情在。北京应该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吧，因为我从我21岁我开始这个音乐梦想之路，然后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北京，那也会频繁的出差去不同的城市，那每一次要回到北京的时候，感觉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所以现在北京也算是自己的家了。没错，要选择在北京来度过，跟所有的朋友来度过这个特别的七夕情人节。我想问一下，带大家问一下，哎，你们有在北京的街头偶遇过春春吗？从来没有，对不对？你到底是有多宅？我其实寻不出来了吗？他们都很想在北京街头遇见你，如果要偶遇你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方式跟途径吗？我其实经常去一个叫做下个路口的地方。你现在还蛮适合当主持人的，我发现。我不行不行。下个路口的地方。对。所以你经常会唱出来说下个路口见。哎呦，开玩笑的。你在北京这座城市，如果你平时要出门的话，你大概会做一些什么？我其实基本上在北京的时候，前面的几年呢，真的是不太出门，然后比较喜欢在家里面。那现在呢，也会说这个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跟一些朋友会喝咖啡啦，有的时候偶尔跟大家去吃一些喜欢吃的一些美食啦，都会出去转一转。我之前做立春活动的时候，之前就会有人过来跟我蕊稿，然后那个蕊稿的人就会告诉我说，这个是刚刚修改出来的一个结果。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是刚刚修改出来的？他们说李总很喜欢开会。你之前的爱好就是窝在办公室里开会，对不对？跟大家商量流程。算是一个吧，算是一个。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在改变当中，但是。这么多的会，这么多的生活的感悟，就有了这张专辑。没错，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李宇春2014年全新专辑《1987我们只会遇见你》，就在今天上午11点，在新外星音乐平台做了微信首发上市。那张专辑呢，采用了颠覆性的移动互联网的营销模式，从内容到形式都绝对是不同凡响的。那其实那张专辑大家应该等了很久了，对不对？现在都听了吗？好听吗？专辑上市这样一个重大的日子，这种心情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心情就是很开心啊，然后虽然是第七张专辑，但是每一次发专辑还是会跟第一张唱片一样的很期待，很激动，同时也很紧张，说大家听到这张专辑的反应怎么样。然后有朋友跟我说，哎，我很喜欢里面的哪一首歌或者是哪一句歌词，我就会特别特别开心。你知道吗，每次出专辑的时候，然后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我就会访问歌手，然后访问歌手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很尴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哎，请某某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张专辑。然后每次呢，他们就像背稿一样，就背了很熟，然后那话说了大概有100次，自己都会说反了，所以我都会采用快问快答的一个方式。如果简短的让你有20秒的时间来概括一下这张专辑，你会怎么概括？这是我的最新专辑，2014年发行的，名字叫做《1987，我们只会遇见你》。这张专辑跟以往的专辑比起来，会有什么不同的？你觉得？名字长很多。并且越来越长，是吗？对啊。所以其实这张专辑让大家等了很久。我们之前跟大部分的声音也有聊过，那有一部分人肯定有去过发布会的现场，有去过的吗？有没去过的吗？对，没去过的人也要来简单的说一说。我觉得这张唱片应该更加的成熟了。因为从会跳舞的文艺青年开始，到再不会跳舞就老，到这张1987我们只会遇见你。我觉得更像我个人创作的一个三部曲的感觉，也一直在做我心目当中的文艺舞曲，我觉得舞曲也可以写得很走心，可以很文艺有意思，同时文艺青年也可以跳舞，所以我一直在坚持这样的一个
一直坚持在走会跳舞的文艺青年这个路线。对对，然后只是我觉得作品方面会逐渐的成熟起来，而且这张唱片其实是我近两年很多身边的故事，包括我的视角，我观察到的一些东西，我开心的，我愤怒的，我不高兴的，很多很多。刚刚我们听到一首歌就是《酷》这首歌，它是比较早的一首歌，对，更早推出的一首歌。是的，这首歌是林夕帮你做的吗？对，林夕老师帮我写的词。跟他合作的感觉怎么样？我之前有跟他合作过一次，就上一张专辑，那一张不是我自己写的曲。我还蛮想他可以帮我填一首我自己写的曲子。你知道这是很多歌手的一个梦想，就是自己写的曲子，然后让林夕填上词，是，然后自己再唱。对。所以这一次还挺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合作成功。那他呢？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一个反讽的题材。我当时拿到这首歌的名字的时候，我当时心里有咯噔一下，觉得说好像不是我想象的。那我后来点开那个文档以后，我就发现说，特别有意思。它其实讲的是一种装酷，讲的是一种害怕付出的那种装酷，然后一种冷漠，我觉得蛮有意思。所以你喜欢的酷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那种酷是装酷的话，你喜欢的酷是什么样的？我觉得酷就是自己的真性情是怎么样的怎么样，而且我相信酷的人，我自己也通过那一组的摄影的作品选择了我的朋友来表达，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真性情，然后呢性格当中其实是有致命的柔软的部分。好，刚刚我们聊的都是专辑的部分，那今天其实叫趣多会嘛，是一定会有很多有趣的环节。是，因为之前我在那个你的专辑的发布会上先拿到了一张唱片，所以造成了我现在的身份是一只大企鹅。我一直觉得很难过，我想扭转自己的身份。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互动来回馈各位，比如说多一些上台的机会啊，然后除了拿签名的东西还可以抱一抱啊。你们到底要不要啊？对，所以呢今天你会回馈粉丝一些，对不对？当然，因为今天是节日嘛。今天是节日，还要给你们过七夕。我们看到哈，其实呢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各位有没有用那个微信的签到功能？手机都拿在手上吗？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呢在我们的大屏幕上呢有这个一个转盘，这个转盘待会儿呢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个惊喜。你们在入场的时候应该做了一个微信的签到，所以请各位现在拿出你们的手机，我们会在现场抽出6位幸运的粉丝来迎娶大礼。至于谁来喊开始，谁来喊结束，当然是今天的主角李宇春。现在可以看到参与的人数有777人。哇，今天是七夕耶，这个数字很巧合。Lucky Seven， 来，李宇春，你喊开始和结束，你不能看，你不能看，你看着他们。好，来，3、2、1，开始。要求的话，你就要尽可能的去满足他们，可以吗？好的。
好，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这个微信的验证当中。这位朋友，你好。首先，请你靠近主持人好吗？好，中间站。好，你叫什么？韩学梅。韩梅梅是你的姐姐吗？你叫什么？什么？你能告诉我这个艺名是谁给你取的？自己取的。你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那个爱好。爱好。他竟然回答我爱好。好，那就一个一个来好了。首先第一个应该抽到是石豆吧，你先来好不好？好。来。哎，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下啊。现场有签名新专，看见没？还有巨幅海报，还有等等一些各种各样的福利。但最可怕的福利我刚刚已经看到了，你们注意看一下这边有四个字儿，叫倒霉孩子。倒霉孩子的意思就是从哪来回哪去。紧张不紧张？特别紧张。你怎么就莫名其妙就站到那边去了？我比较聪明。你要知道其实有的时候主持人权力也很大的哦。没关系，我不怕。你不怕，但是我怕你的名字。来，你先来。喊三二一就开始，然后你自己喊停，好吗？来。三二一，开始。你们先企鹅他一下，反正都企鹅过了，这样他再来一次嘛哈，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如果他还是撞到这个怎么办？再撞到这个，撞到再输。来，你自己喊。一二三，开始。恭喜石豆，他可以获得的是巨幅海报，供你犯花痴。我们要请工作人员把海报拿上来，由春春来发给他吧。哎，你过来，你让春春这样拿给你，可以成为你们史上有史以来最棒的一张福利。你看着下面，看着下面，就像老板给他送东西那样。三二一，好，可以了。现在来到中间来，还满意吗？特别满意。现在什么心情可以讲一下？可以再丑一次。我都想企鹅吧。那个，送你两句话祝福给春春。新专辑一定大卖，然后还要把榜单上一定飘红。谢谢。我就送你一句话，微信也是可以适当的改个名字的。好的，请休息一下，谢谢。谢谢。那你呢？可以下去了。你很留恋这个舞台是吧？你为什么也要往那边站呢？好，来，自己来选啊，来。三二一，开始。停。为什么？我知道是为什么了，因为后面操作的那个人肯定也是个玉米。然后他为了不让这些人得到，每个人他都把他故意调到这上面来。他把礼物已经逼走了，对吗？对，有可能是。公平起见，每个人可以获得再重抽一次的机会，好不好？来，你再来一次。三、二、一，开始。停。这什么？哎，这应该是左边这个黄色。黄色，黄色，黄色的选项是萌萌哒。成像是个超让人嫉妒的，所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要拍大头贴，谢谢吗？一拍得了，对，这边工作人员，
来，中间来，对，说一下现在的心情。特别特别激动。啊，是吗？特别特别激动。这个照片，现在什么都没有。对，你有什么话？我已经看了。你有什么话送给春春？啊，谢谢春春和我合影。你不能跟他说话，春春是你抽到的。还好吧。然后祝你新专辑大卖。谢谢。还有出来了。谢谢。你穿真的出来了。你拿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镜头可以 take 到，镜头可以 take 到，真的靠得蛮近的哦，里面，恭喜你，再次把掌声送给他，好不好？谢谢他，谢谢，谢谢。第三位同学，有请。嗯，只现在只有两位，是不是？那没关系，你可以告诉我。就这样就可以了。好，就这两位。其他人就是手机了。啊，对。我们待会儿还会继续有互动的机会，好吗？再抽四位。哎，很明显，通过这一次的角逐，你会发现这边的人更善良，对不对？好，今天再抽四位吧。好，我们干脆一个一个来抽吧。好，来，就啊，一起抽四位，来抽。三二一，开始。一二三，停。开始。停。开始。停。开始。停。好。七号是谁？他怎么念？你才不是柠檬。哦，对了，You are not lemon, right?你才不是柠檬在哪里？还有蓝调、F 调，还有雨滴、秋红，还有萌萌哒，在哪？来，赶快抓紧先上来，抓紧时间。没来，没有抽到的人真的心态好，没有，没有，没有就继续抽啊！现在上了一位了，对不对？来，请我们工作人员。好，剩下三位还没有，对不对？好，继续抽。开始。停。王晴晴有没有？有的话就直接冲上来。我们继续抽，先抽没关系。开始。停。如初有没有？反正如果是你的，有没有？来，抓紧先冲上来。现在还有两个名额，王晴晴确定不在哈，还有两个名额，来，开始，停 ，Becky， 没有，有吗？没有，有吗？有吗？有吗？没有，我们先继续抽，没关系，开始，停 ，Shadow， 没有，在哪里？不是演好的，是不是？我不停地说有没有，我不停地说有没有，有吗？啊，上来一位，又上来一位，现在还剩最后一个名额，最后一个。开始，停。董力。没有。董力。没有。好。没有。董力。你们先计较着啊，来，先你，先让他，好，来，你站在中间来，你站那儿是吗？我给你拖过来，我不拖，让他先抽好了，来，看看你的奖品是什么呢？自己喊。三二一，开始。
来，我说上一句，你们说下一句，如果能唱出来也是可以的。下一整夜的暴雨。有些人不愿意喊，春春，请告诉我这句歌词的下一句是。让我只想紧紧抱着你。Baby。来，这位朋友站出这儿来。你现在什么心情？特别激动，是不是？别抖。特别激动，对不对？你考虑过待会儿你出门之后会遇到什么吗？啊？会不会被人？你那几个保安大哥，你跟他们搞好关系，待会儿能护送你一程，好不好？对春春有什么话要说？祝新专辑大卖。谢谢，身体健康，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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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谢谢，好，谢谢，好，就这样，春春，来，我往中间站一站，我觉得反正我们这个福利还会有一轮又一轮的，所以呢，待会儿我们还会有别的福利要带给大家，可以吗？是有请各位歌迷啊送上了他们的大礼，那相信现在没有抽到的人呢应该是羡慕嫉妒恨的心情，不过没关系，待会儿我保证，作为主持人我保证还会有机会跟春春近距离互动，并且今天会有一份超级大礼，但是现在我不能够揭晓，待会儿你们知道什么是超级大礼了。我们继续来聊一下春春这张唱片，前阵子发表了一个专辑中的歌，就是这个 Dance to the Music， 这首歌曲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之下创作的？这首歌曲应该是挺开心的时候，因为想要描述的一种情况就是，我生活当中很多的压力，可能来自于学业，来自于工作，但是不要忘记，其实可以抽一点点时间跳一支舞，别太当真，只要哎、欸，这首歌的 MV 当时大家看到的时候都觉得很有趣。嗯，你自己在演的时候是不是也很过瘾？对，那是我应该是因为他的感觉有点像《爱丽丝梦游仙境》，所以呢，他就很童话、很梦幻。然后我在里面呢，要尝试挑战不同的角色，有很多拍摄的方法也是我第一次知道的，所以就整个拍摄的过程觉得很新鲜。那今天我们今天在现场呢，就看一小段 Dance to the Music， 好不好？好的。来，我们再来回味一下。照顾到两边的歌迷，接下来请春春站在那边，我站在这边，这样合理吧？啊，好。那刚刚呢，我们看到 MV 当中还有一位主角，就是可爱的曲多多曲奇人。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上这位主角跟大家来见面。据说粉丝们都很嫉妒他，来有请我们的曲奇人，有请。大家学会了吗？
真的会吗？那等一下会让你们来表演的。真的吗？我不太相信。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好不好？因为呢，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请春春还有他的好朋友曲奇人一起来给我们呈现这首歌的精彩演出。好的，想看吗？曲奇人跳的也很好，谢谢你。谢谢，谢谢，来春春看这边。